Hello， 大家好，我是 Catherine， 欢迎回到频道。那我们来继续我们的魔影视频四星梦起飞系列，那我们就来继续吧。现在的时间是凌晨两点，晨午好累，我怎么感觉我们非常的穷，有点财务危机。晨午真的是月光族了，好吧，我们还是得看一下哦。我们再看有什么可以试镜的吧。上一次试镜失败真的是太丢脸。哇，我们这些试镜只有这些哦，怎么没有感觉很好啊？要演什么？要不然我们演这个吗？这个是户外的，要不然我们演这个好了。这个叫什么？干柴烈火。剧情是呢，它是一个算是浪漫爱情喜剧吧，目前到第六季了，叫做野外的火焰啊。我觉得蛮适合翻作干柴烈火。在星空之下，在叶子堆当中，在睡袋之间，让这个爱火燃烧吧。好，那如果要试镜这个的话呢，我们需要喜剧等级三，这个我们应该有了吧，搞笑等级三应该有了。好吧，我们看一下你们试镜这个。好，我们晨午的这个 comedy 喜剧技能等级四，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准备，直接就可以去试镜咯。晨午超累啊，可是我们真的好穷哦。我们怎么才177元？怎么这么穷？财务危机，明星到底怎么当的？我看一下。其实啊，我们有拿到蛮多明星的照片啊。这边有三张沙雪照片，四张了。三张这个样子的，一张是运动衣服，然后我们有两张金努里维的照片，两张过气明星 Thorin 的照片，一张 Taylor 的，还有无数张晨午的签名照。我们要卖掉吗？可以卖多少？哦，不行，我们不可以卖掉 Taylor， 他是我们的偶像啊，要每天敬仰膜拜的，不可以卖掉他。那我们卖谁？卖掉沙雪吗？哦，不行，真的是非常的挣扎，非常的纠结。好吧，还是卖我们晨午自己的照片啊，我们晨午自拍了20几张。可是说实话，我们晨午好歹也是明星啊，好歹也是电视剧的演员，而且还是千金大小姐，晨午怎么能够拉得下脸来卖自己的照片啊？他一定觉得很丢脸吧。好吧，晨午想一下决定还是刷点现金，我们现在就177元，真的太少了。但是晨午呢，不可以以这个样子来卖东西。好，我们晨午回来了。今天呢，我们不叫金晨武，我们叫金泰熙，好吗？好，晨武呢，变装一下，也不可以被人家发现，竟然落魄到卖自己的签名照啊！好，我们来直播，晨武来直播，不是泰熙，泰熙今天来直播，卖各个大明星的签名照，还有卖金晨武的签名照。是的，好，过来吧，泰熙。好，我们泰熙呢，这个样子完全看不出来吧？完全不像某个有名的电视剧影星，对不对？完全不像。好，我们来哦。沙雪，我对不起你。好，这个卖掉吧。这可以卖多少？哇，这个才10元哦。沙雪的签名照这么不值钱吗？好，这一张也卖掉。这个都卖一下。好，泰熙，我知道你累，该卖掉。好，这一张也卖掉哦。怎么了，泰熙？有穷穷吗？好，不要紧，赚钱优先。那我们再来卖金努里维的照片，哇，新的底线。哦，不是吧，金努里维照片才50元哦，怎么这么便宜？好，过气明星呢？完全不期待。哇，过气明星的照片有50元啊。那我们再来卖什么？我们来卖一下金晨武的照片好了。金晨武这么有名，泰熙表示他照片一定非常值钱。卖一张金晨武跟导演的照片，6元。真的好少哦。好，卖啊，等一下，我突然发现有趣的事情啊，我们可以上传拍的照片到 IG 啊。文档拍好照片拉出来之后，就留两个选项，一个是上传到 Instagram 增加名气，所以原来哦，我们真的可以把自己自拍上传到 IG， 太有趣了吧。然后第二个选项是卖给大众媒体，也会增加名气，还会有钱。好吧，泰熙，泰熙把他第一偶像晨午的照片卖掉，怎么样？
我们全无不是全无，我们泰 C 的拍卖明星的签名照的直播进行怎么样？这一张呢？第二张全无的照片，好，把全无的照片全部卖掉哦。这个是拍偶像剧时的照片，跟导演的合照，还有全无拍死海冒险的照片，这个我们全卖掉，看可以卖多少钱。哇，还有这艺术照啊，打马赛克艺术照，卖一下哦，还可以顺便增加名气啊。还有这个全无的自拍照，自拍美照，背后还有不知名的小姐，好，这个也卖一下。还有这一张全卖了，好，我们泰西照片全卖完了。来，泰西跟大家粉丝讲一讲吧，感谢大家支持，今天超级巨星金泉武的照片全部贩售完毕，下次请找。好，就这样。好，伊人美帝，我先要休息吧，伊人累了。好，泰西可以下工了，变回我们的全武。那我们全武非常累，先过来睡觉吧。我们几点试镜？我们是明天的早上9点，真的好赶哦，完全没有自己时间。先睡一下，好好睡一觉。至少这一次我们试镜完全不用准备，可以直接去参加。哇，姚子琪打电话来了。啊，姚子琪说，嘿，陈武是我啦，子琪。你想要跟我去约会吗？哇，姚子琪找我们陈武去约会了，我们要去吗？要不然去一下好了，反正试镜是明天，我们还有一天时间，所以还有时间回来休息。好吧，我们去一下咯。等一下，我没有看错，姚子琪约陈武来这里啊，姚子琪约陈武出国啊，我的天啊，怎么有点浪漫的感觉。所以他是帮我们陈武买一张飞机票，然后带陈武飞去南美洲啊。这个是南美洲那张地图，叫什么塞瓦多兰达吧。对啊，也太浪漫了吧。第一次约会竟然带我们陈武出国啊。哇，都要刮目相看。好，那么来直播，我们随时直播，因为我想赶快到达三颗星。好，我们直播。那我们到室内吧，到室内看一下。有人吗？好像还没有什么人呢，可能是时间还早。好，陈武过来哦。陈武说，嘿，子琪，谢谢你带我坐飞机出国。这边天气超好的，我拥抱一下。好久不见，虽然才隔几个小时。不过我真的没有想到啊，我没有想到小人约去约会，竟然会约到国外去啊，也太有趣了吧。陈武肚子超饿，陈武现在点个东西吃哦。点一个玉米，哇，等一下怎么了？姚子琪刚才逗我们陈武吗？好，陈武点一个那个沙沙酱配玉米片吧，吃个东西。其实陈武对自我要求非常高了，他都不敢随便乱吃东西，吃东西非常节制，导致时常处于饥饿状态。好，这个吃一下吧，刚好这里有播音乐，来跳舞一下吧。我们看一下陈武，哇，等一下，旁边那个人是我们的粉丝吗？所以我们陈武红到南美洲去了，旁边这位美丽的小姐是我们陈武的粉丝啊，好像是啊。好，不要紧，你等一下，我们陈武马上给你签名照，我们十分了解你喜爱陈武的心情。好，陈武等一下给他签名哦。然后呢，姚子琪来跳舞吗？对，为什么你们两个要相隔5公里远？太好笑了吧。好，来吧，我们陈武非常的亲民，陈武非常的喜爱的粉丝，过来，陈武过来这里给他签名，跟他说，嗨美女，你叫什么名字？我要签给谁呢？哇，给他了，怎么样，喜欢吗？叫什么名字？哦 Michaela， 名字非常的异国风情。哇，后面这个也是我们陈武的粉丝啊，到处都有粉丝，怎么会开心啊，感觉我们陈武已经是超级巨星了。好，我觉得陈武跟姚子琪是一个比较没有人的地方好了，这边有两个人好像有点多，你看一下哪边有比较安静的地方呢？楼上有吗？好，让他们到顶楼聊天呢，这边人比较少，可是陈武默默冒绿烟。希望姚子琪不要发现陈武默默冒绿烟啊，他发现了。
他说是什么怪味道，我没闻错。陈武说你绝对闻错了，这个是南美洲道地的香料，跟我绝对没有关系。也太尴尬了吧，他闻到我们陈武身上的臭味啊，天哪，超尴尬。好，我们陈武刚来个合照哦，拍一个合照，真太尴尬了。他闻到我们陈武身上的异国风情的味道。因为这里天气太热，陈武不小心流汗了，哦不是，不是流汗，那个绝对是南美洲的特殊香料，刚刚吃的东西。哇，两个人变超尴尬的。不是吧，姚子琪，就因为陈武有点怪怪味道你就这么尴尬吗？你是这种人吗？应该不是吧。所以他是非常爱干净的人吗？好，那陈武打算送给姚子琪一个浪漫的礼物。陈武说，嘿子琪，我知道你是我的粉丝，送你一张我的签名照，来吧。送他一张刚刚他们拍的照片，希望他会接受。不过没有想到耶，因为陈武默默冒绿烟，他们变超尴尬了，容易好笑。陈武说，嘿子琪，想你一张我们的自拍照，喜欢吗？哇，他还蛮喜欢的，好吧。哇，他也送回我们陈武一朵玫瑰花，什么开心。而且我还真的拿到玫瑰啊。然后陈武说，你看我穿这衣服好看吧，是不是很有明星架势。哇，他还回敬我们陈武一个飞吻，感觉不错啊。这个地方的气氛真的超好的，在这种南美洲热带地方。哇，怎么了，好走掉了吗？他好像需要去上厕所，好，你去吧。然后我们的医院他要快没电，没有关系，来回到我们陈武的怀抱。之前那边有人说这台无人机只要放回包包里再拿出来马上就可以充饱电，真的太方便了。好，我们拿出来哦，然后继续让他直播。我的名气多少了？真的快要三颗星了，我们努力一下。去楼下上个厕所。陈武到楼下，厕所哪里？厕所在这里啊，跟子琪相约用厕所。好啦，去用一下。所以我们的医院会跟着我们进厕所直播吗？这样好吗？虽然说我感觉陈武应该不会在意啦，因为我们陈武非常的有自信。哦，没有。哦，原来这一台我自己停止，好啦，也不错。我突然发现个有趣的事情啊，我们陈武他想要做的事情，其中一个是他想要跟姚子琪做奇怪的事情。我的天哪，陈武，原来你个性这么的心急吗？所以是怎样荒郊野外的陈武，你想做什么？我们陈武是要找子琪开房间吗？哦，不是，我们陈武是要找子琪找个地方好好的盖棉被聊天吗？是要这个样子吗？怎么有趣啊，陈武是不是寂寞太久了，孤单太久？不过陈武现在这么臭，一直默默冒绿烟，怎么感觉这个状态不是很好啊？不是一个很适合浪漫的时候啊，感觉。我们陈武已经臭到姚子琪跟我们聊天只能背对着聊吗？我转过来了，是怎样，他习惯了吗？连陈武自己都觉得自己臭了，真好笑。哇，姚子琪在唱歌。随性演出啊，唱歌还蛮好听的，不愧是创作歌手。哇，大家都过来听姚子琪唱歌啊，随性演出。陈武想一下，决定跟姚子琪说，嘿，我有个提议，我觉得有点累啊，我们去附近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你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子琪会跟我们陈武去吗？好，我们去一下吧，刚好陈武快累扁。明天是早上几点？九点试镜嘛。好，我们陈武呢带着子琪去旁边的旅馆休息一下。哇，这个休息一个晚上要550元，怎么这么贵？真是的，又要派金泰熙出马了吗？好啦，到这里之后我看一下小姐你哪位，她是这里的管家吗？我消失了。好，陈武真的超累啊，超累又超臭。陈武先来洗澡好了，太臭了，臭到不行。哇，好像昏倒，糟糕，完全出糗。
全武原本是想要带子期来浪漫一下，结果自己先倒地，有个尴尬的。然后依然是凯子全武啊，来这边租房间还有全武付钱，哎。好了，凯子全武可以起来了，不要地上睡太久，太丢脸。先去洗个澡，洗澡一下。啊，哇，等一下，姚子期你要干嘛？原来你也这么新奇吗？我们全武在洗澡就冲进来了，我的天哪，这两个人是怎样？两个人都是那种心急派的，冲动派的。啊，吓我一跳，我刚刚想去姚子期家换衣服。然后姚子期在跟谁讲话？现在是鬼月，农历七月，姚子期在跟看不见的朋友讲话吗？左上角才是农历七月。真的，姚子琪在跟什么？跟他看不见的女朋友讲话吗？我的天啊，感觉有点可怕。好，全武洗好澡了，全武包个浴巾，决定来一个性感浴巾。哇，他有在唱歌啊，还可以给他小费，怎么好笑。全武过来听他唱歌，哇，旁边有蚊虫，在这个丛林里蚊虫果然很多。其实他唱歌真的还蛮好听的，很有歌剧的感觉，不愧是歌手。我唱完了，怎么样，姚子期，你有没有被我们全武的哇哇，我们全武又倒地，全武真的非常漏气啊，一直疯狂倒地啊。全武原本内心想跟人家来一个那个一点点什么，结果呢自己一直疯狂昏倒，太好笑了吧。好吧，我觉得今天不是时候，全武你来睡觉吧。全武真的太累，必须睡觉，好好的休息，明天早上还有试镜啊。姚子期一定觉得莫名其妙，哇，跑不快游泳啊，大半夜游泳啊，果然啊，他在跟他看不见女朋友一起游泳吗？天哪，全武要吃醋了。不过我真觉得啊，游戏里就是如果你的小人跟其他小人去吃东西或者出去玩，都只能自己小人付钱，这个机制就有点讨厌啊。所以我们全武永远都是凯子。真的，大半夜游泳，你不睡觉吗同学？他都不累的，有点好笑。他应该觉得无言吧。全武带他来这边开房间，结果呢自己一直倒地昏倒，你好笑啊。哇，早上五点，姚子期在外面的门口亲近大自然洗澡啊。哇，你有种特殊癖好，这么的回归大自然，这样好吗？怎么有趣啊，真的啊。哇，全武要出来一起洗吗？哦，不要好了，这样不太好。好了，全部起床吧。起床之后呢，先来上个厕所，然后刷牙一下，等一下准备吃个早餐要去试镜了。他居然在外面洗澡啊，好好的厕所不用，过来这里啊。我知道了，难不成他也是心机很重的，想要诱惑我们全部吗？好没有。全部来刷个牙，刷完牙之后呢，快速吃个东西，吃什么我看一下，今天吃麦片好了，吃谷物片，吃点比较清淡的。这里有没有电视啊？全屋有点无聊了，有没有看电视的地方？没有。楼上呢？楼上还有个房间呢，可是楼上也没有电视。然后他坐在楼上看书，这个真的是不解风情人。全屋说：“谢谢你邀请我出来玩，等下我去试镜，要回国了。”好，我们回到家了，因为等下要试镜。去试镜之前还有点时间。好，全武好像还是饿了，我让他过来吃一下苹果泥好了，吃个健康，吃苹果泥，然后边看电视，看一个什么，看一个新闻，看一下谁是当红明星，看一下那个 Dirk 有没有得奖。全武表示讨厌他。我们的医院有带回来吧？有。哇，我们全武拿到一把开山刀了，怎么回事？当红偶像剧明星，随身携带一把开山刀，好放着防身防色狼。
好，陈武去试镜咯。哇，我们试镜通过了，太开心。什么时候是通告时间？礼拜六的中午12点，就明天了。我们又要练习浪漫了，又要练习喜剧，好吧。那我们今天晚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这影片。如果喜欢的话呢，请帮忙按个赞，会给我很大的鼓励。还有不要忘记订阅哦，已经有订阅的话呢，可以按订阅号铃铛，就可以在我发布影片时收到通知了。感谢收看，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